他来一点，而是因为小组英雄很容易被人家进人去，我要是不进的话，人家就会去我的，看见没，知道吧？你要不做好进人家也去准备，他就会进你也去，很烦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红没了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经验，知道吧？不是说什么哎，主播玩小丑必须得反野，而是因为你他妈不反野，妈自己也去的没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逼小子他妈吃个逼红 buff 过来了，你看没逼反野小子王？看到没有？所以你们不要说主播哎，怎么老是他妈偷人家野怪这样玩？其实是因为我怕被别人家偷，知道吧？妈，人家偷你，你不偷人家，那你就要下班。你就落大了，这叫正当防卫。位置差，怎么说收一手，手里没闪，欠绝呢？这个地方有个 R， 他有一个 RQ 的机会，我其实不太想吃这个野怪，我其实有点不太想吃这个，我怕他 RQ 给我抢。没事，我拿身体挡一挡，出卖一下身体。过来挡一下，别让这个 BC 给 QQ 老子抢了。上路我能靠，但这个风旗确实没什么机会抓。咱们直接刷下去啊，刷下去，下路这波没机会了，手里没闪，大树没闪，千珏还有闪现，队友没有点千珏闪现，这波野怪全刷，上路的血量有点尴尬。他们打野还是下路的，但是这个上路血量我得看一下，这个格温上把那个格温的。但是上把杰斯就不，这把杰斯就不上把那个科利了，放早了。这边就，河蟹吃一下。他在我的 F 六那边，他是可能会直接打河蟹的，他也可能会卡一手那个河蟹的那个印记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不打那个河蟹，先出 F6 有可能。然后我们直接往 F6 那边走，不过我中单要 B 的，那没机会，那把 E 给他吧。千珏一般会卡印记的，他要不卡下路印记，要不就卡 F6 的印记，他肯定是能吃到这个印记的。我们回去买装备，我这边不贪了，回去搞个天马特，杰斯还要闪现呢，下路血量我都赶紧过去。不然又要被越了，我们就不换扫描了，先把这个眼放在下路。Wait a minute, wait a minute, my man, wait a minute, hold my man, hold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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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, OK, M3, 就是 M3, 去他妈的。下路我再靠。什么时候用原皮的？因为原皮启动了。皮肤本来就对我来讲不重要，有眼吗？有眼吗？感觉有眼呢。不结束吗，兄弟？有吗？他没鞋子的，要追，飞镖一定要减速你，射他。给我啊！啊，美滋滋，人间美味的大树人头，植物人，植物人，我们喜欢你，每天都想和你在一起。马晨曦陷空，我们喜欢你，我们每天只想要和你在一起。不过这个虫子确实没办法，搞波野去吃吃吧。给他给他，三个人头我起飞了。哎，印记好了。印记好了，得去一下，兄弟们，靠你了！这个三郎让我减速了，那我无心猎人出发不了，赶快来！
动手动手，打哪边呢、啊？犯病的兄弟，还抬歪了，你这波臭了，别打了别打，这波存在搞笑，我跟你说。不是哪有人他妈打这个游戏，打个下路先打起，哎，那就勾呗。不要，下路送大树，我他妈能换不？这个岩区听觉有闪现的。哦吼，恐惧。A 他呀，好像让我人头了，那你不该 A 他的呀，好像是我人头哎，不该 A 的。这波虽然是个小终结，不过没关系，对面也是溃败了，兄弟们，好台没说法。IG 二队中单还需要历练一下呀，你又刷那边的好烦啊，搞得钩子左右要回去，不行不行，我这边刷完。好像要被单杀了，糟糕，这个 Q， 哦，好屌！但是他们大树也在那边，遭中兄弟，你这波一死，老子扣班，老子扣班 F 六也要没。100%。打呗，那就开大招怎么打呀、啊？不给不给，哦，全是我的小鸡儿，勾他，肚子二闪，兄弟们闪现了，赶紧来，求他妈的，我们来喽，兄弟们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我们这边人多，他们切他们去砍马子，这里面闪现喽，好 W 第两只，先杀一个这个，这个闪现的，给他。给他给他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打小龙，这我没惩戒的炮车没收了。中路我就不看了，好吧。不演。哎，笑怎么来啊？耶！贪了，稳点稳点，比抬不到人，这个比进去，我关键时候就拉胯，好想给我刷礼物，兄弟来个血瓶，我祝你每天开心，怎么说？哎，真难受，这不伤害不太够，幸运把闪现过去，你去前期没伤害的，发一把发一把，真被你搞裂开了，又碰不到你了。那就继续抓下吧，他们下路没闪现了。我不做人了。再干扫描，二次确认。Q 躲开，不让他看到我。虫子不要，来月塔，谢阳光大男孩的水瓶，谢谢。我躲到你旁边打，我他妈打要妈500的血没躲掉啊！我，被我这打到白上了，小丑了都。有台吗、啊、？OK， 好，这波扛打扛太好了。哟，但是还是换了一个，阴姬好了，我得说野区，他来打虫子，他没空来这个阴姬，我得赶紧把阴姬打了，不然他会来我野区搞我的，因为千珏我们打不过啊，千珏，靠下呗。他没闪的，他没打虫子，这不很尴尬了。他打印记，我打不过他，好烦。我打不过这个岩雀，我打不过这个千珏。哦，他已经打了一半过来了，真舒服啊！靠着队友起来了，千珏，运气不错，不过没关系，他起来了不代表他能赢我。上周血量也比较尴尬，这杰斯玩的很好的。
让他发育吧，咱们就多去下算了，就保着塞纳打。可惜这波扛塔失误了，我到这边躲了防御塔，不然我当时满血的话，其实能够撑一会儿。那我们就去对面去，我这边是有眼的 ，A 个果实把眼拍下，欠缺没闪走了还行，不过上塔也是给掉了。点信号，谁都能过来，靠着我。我闪现怎么看不出来？他的闪现没机会。没啥办法，这边啊，两个 RQ 是为什么？三个 RQ 是为什么？没 CD 吗？无限他妈叨叨！哎呦，真裂开了！而且又刷个印在这边。老子欠缺还叨叨的，完了，一波直接炸了。走了走了，别打，打不过，又炸了。哎呦，真的是不太中用啊，兄弟们。你这岩雀是玩的真的有点夸张，知道为什么？知道输在哪了？不能追他，太大招打不过。知道输在哪了？好像调整一下呀，兄弟，不是有点搞笑，哥们。就没对不起我这个人，零杠一居然打出个400块钱赏金啊，又500块钱赏金啊，还行。有点夸张，这个炼金龙的话得看情况接了。对面这把法师比较多，这龙很肉的，我又得买那个去世之牙了。最讨厌的装备，但也是最好用的装备，直接买去世之牙吧。但是我想买移速打个人一点，就是我等收割，因为我们这边法师很多，我先买个移速，我再买去世之牙吧。被单杀了，他要大招的，不好不好对付，中路线赶紧清了，小龙给，哇，这千军人打先锋，这千军人船都不用来了吗？我没闪现，没躲掉这个技能，哎，躲掉这个 RQ， 还被包一波。哎呀，我不玩了。还能赢，但是玩的真的好他妈怪啊！上豆了直接，我傻逼的，我这不犹豫了，我又想杀这个大树，又想走，就搞得大树也没杀掉，那也没走掉。哇，这把又被搞到心态了。那兄弟玩的也不太好，希望他调整一下。我他妈已经不行了，稳点啊兄弟！不告他把我的中单搞累了开了，他这不上野区需要来点野怪给我吃，那我真的就想吐了，玩的。
大树上，我们直接走，我们直接走。变变的包了，先摆盒子，看这边，别打，这边有个卡玛，千珏应该也在的。OK， 再靠，这卡玛我的，机会。900，关键，关键小子，为什么人赢？也是因为这把牛打野是我，靠你！不然他妈早破防了，完了。又是印记在这边，几层印记了？80啊！太爽了吧！走到哪印记刷到哪。中塔能推，然后我们下路，我们靠大树在这边呢，注意点。一丝血能吐，不要吃个炮，不要让他 A， 因为他 A 一下这个技能能触发心石，我非要被你打得死。好家伙！这一波我直接有钱买巨人之牙了，但是一旦有钱买巨人之牙，我就不想买它了，真有点不想买。但是你必须得买，兄弟们，对面这把护盾太多了，像这个那个大天使卡玛新石的护盾都是护盾，就你不买的话容易废，知道吗？给我 A 呀，兄弟，就容易废掉，知道吧？以防万一吧，买的就是买一个安，买一份安心，买一份保障。不是，你在装什么呀？装什么呀？打你一套，不要用亵渎啊，用亵渎动不了，容易白给。在那搞我了，来呗，我也不怕你，来呗，老子能说吗？拼成小子，你跟老子拼成，太大，哎，完了。老子地方了，不是我队友，他妈三个队友在这里，为什么能让你们两个人进来啊？我的发，手里没闪，打呀大刀。我真有点纳闷了，我说实话，老子家里三个人把这个位置放出去，凭什么？看着你打红蓝，还好没大龙，我真的有点无语了，我说实话，把实力是吗？不是打回来了吗？把研究扑克比实力凭什么走过来啊？往右边一走，像对面的人，真是有点无语了，不配赢这队友。不配赢，很烦。团，妈五打五凭什么输啊？凭什么输啊？把王野去钻。你很会跑，那凭什么？真当自己是自己打出来的优势？别冲动，飞镖破他盾，一个亵渎，
打龙他再去打大龙，装什么在这儿？打个碧红啊过来，算了算了，终于死了，完了没？打了打，冲不冲？不是你凭什么在这装啊？装什么在这儿？干什么？服了，那是双。他他妈无限大招！真是无限大招！那刚掉下来阿扎阿 Q 又来一个，躲都躲不了，好歹。哎呦，他很厉害。完了完了，兄弟们都不要坏事了，我给他换一个梦，赶紧跑过去了。哎，一百的技能射箭，没办法，皇帝扫了他立马就跑了，可惜他好久一眼。来点暴击吧。你狠，算你狠，嗯，算你点。算你狠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咱们打游戏主打不慌。不可能开龙的，来动手标记我来。看你是有命标没命拿，我这个标记直接隐身过来，有人要隔墙放暗箭的，感觉不好打，我得先回去，没招了，惹不起，我打不了。闻一波，但可以确定是这边盐已经没了。过来搞个果子，奇迹吧！这波兵我的，没事，我是兵线小子。结束不了，杰斯我打不过，往后拉，杰斯确实打不过。捡，啊！又是500块钱，好久以前。龙龙龙，现在有龙了吧？再次的射！哎，有装子，回头，别让他打到我！哦，哎，别装啊！妈，本来大龙的又送出去了。龙的又送出去了，存在大乱斗，头都昏了，哎，稳一点啊，买个这个，我们有40%暴击的。你能问，哎，主播收益值好还是仙刀好？说实话，收益值斩杀太猛了。仙刀也可以，但仙刀感觉不是必需品，仙刀是可以被替换的，而收集者是无可替换的。但是仙刀有拉扯，这个 Q 技能那个 CD 很关键。说实话，按照我的风格，其实我喜欢仙刀的，因为主播是拉扯小子王嘛，经常整 Q。慢慢来，别急。找个角度先，这位置就没角度了。要不先去把红打了吧，对面上5个红 buff 呢，我们有点亏。我先去把红 buff 拿下，兄弟们，对面5个红 buff 呢。 buff 都行，
按照我的风格，其实我比较适合买那种西洋刀的，知道吗？他没有开，那我去把拿蓝 buff 拿一下，小木打了吧？没打他们，他们怎么打狼啊？已经有吗？没有，哥已经很差，先撤一下。位置很差。暴击！暴击！没不出来，没办法。杰斯跟这个千珏同样厉害，可惜我被减速了，但我可以直接把他杀了。这波队友被开了，我必须等这个千珏滚蛋，不然 Q 他立马开了。这波很伤啊，队友被开了，没办法，我不能上，兄弟们，你可能觉得，为什么不上？因为这个地方有眼看到我们了，我们 Q 过去立马就会开大招，对面千珏，相当于我经常就废了，知道吗？只有千珏跑了，我才能开了，我才能打，我才能上，不然我会直接白给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等了一会儿，我们等会儿换成一刀流。打了吧，没事，丢大龙不会输，但是丢小龙肯定会输。队友轮打，我们准备接团，点到我来先手。队友被开的不太好，我就想吃两个 buff 再开团。buff 的提升很大，因为是五个人的 buff，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这个红 buff 相当于半个大龙 buff。对面千珏很肉的，我等个 Q 别急，等 Q 直接出去，别怕扫描。没出来这一刀 ，Q 躲开，好吧，我 Q 随地。换个西岸刀，因为到了大后期了，就不要这些了，功能性装备了。打大后期不需要功能性装备了，直接换个那个仙刀出来，就变成了一个主 C 了。然后到亵渎也得卖，亵渎有 bug 不好用，直接换成无尽，简单干脆。好味，但是没有收集者会，没有这个会有点尴尬。没有那个破盾刀。其实会有点尴尬，因为破盾刀很强，而且没有亵渎也会很尴尬，就是你带表现，这个兵清的很慢，这不对面硬流了，还是很强的，追不上，没打掉，再追他。极限清完 ，Q 走开，别被杰斯一炮打死了，赶紧跑！杰斯满血3000血，搞不定。因为亵渎会有容易出 bug， 知道吧？到大后期很容易成为废物装备。那为什么先买废亵渎呢？因为你买亵渎，你配合重伤刀或者是破盾刀，能打一个 AOE 的辅助效果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。但到了后期，你要单点秒杀，你要最高伤害，你就买不了亵渎，因为亵渎有 bug。如果没 bug 的话，亵渎是最好的，就容易卡平 A， 或者让你丢不出飞镖，很恶心。
来他要吗？他差100块钱，你吃兵吧，兄弟，我没看到。他们欠缺，如果这波没买什么破盾，没买什么这种盾弓啊，看他们打不秒了。OK， 18级了。有肉啊，这卡玛。其实你要最极限的爆发，把鞋子换成一个那个幽梦是最好的，但是幽梦其实没有鞋子跑得快，但凡被扫描扫掉的很尴尬，是吧？只能慢慢来，急不了。我们过来保护他一下。又要被开了，我赶紧回去。那么大关了吗？阿鲁尼太死了。这不太尴尬了，我说实话。哎妈！哎，好看。啊，这个树娃真的恶心到我了，差点裂开了。咱们看小龙啊，这不是。10、9，没逮住，那就看小龙，没关系，这不能拿小龙就不错。砍死他，大龙，大龙也有了，这不，砍死你！压的双龙，蛇女有冰心，搞不定，把他给点儿子给他。哎，你点儿子很烦死，看我上一波进场也失误了，这波龙赶紧打，我打得很快了。站后面来点，欠缺的隔墙 A 到我，在前面的，把他赶走不？就准备要了。好，然后这波可以先回家补装备了，先补装备再来吧。对面包啊！哇、哦，给他攻破墙了，你搞笑不？快跑快跑，这波有点尴尬，不要招了，我得先撤。直接毙，别人还没看，赶紧溜。就不买幽梦了，赶紧先回家买装备，补装备出来。我他妈这个弹箭弹到我脸上来了，这现在是有盾弓的，说明巨人之牙的收益真的很高，这版本。但是你把亵渎卖了，就没有必要买巨人之牙。有亵渎的话，我们一个平 A 或者一个亵渎能够触发一个群体的巨人之牙或者重伤的效果，没有亵渎之后就不需要了。能开 W 硬拆，手里没大招的。哎，扛塔了，能拆塔吗？2刀 K 死，哎呦，我犹豫了呀，取消，赶紧取消。你他妈还有大吗？我还以为这兄弟还有大，人跳哪了？跳不跳？打不挡 QE， 杰斯太幼了，搞不定。杀一只再走，杀不了。他看到这个打炮数是变大的。所以他能够推测出我的边上，他就不贪，回去把该拿的东西拿下。这还有一个红 buff 的，这红 buff 不给对面的，我们回去把他打。
鞋子卖了，搞个是10%的移速的绿叉跑得快，还是这个幽梦的40%的固定的40移速快。西兰刀那个叫什么绿叉可能好一点，因为绿叉是一直10%加速，这个幽梦只是脱战40%，脱战的40点固定移速，可能10%更好一点。但是幽梦它有穿甲，你跑得快，人伤害高一点。底线得清，兄弟，我们得跟队友去打正面啊，就不要带线了，没有亵渎就不用带线。这一炮告诉我们这地方没眼，这边肯定有扫描，我们不上，上个一换一是没有必要的。兵线得让队友清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清那个线，耽误时间，兄弟们。玩不了兵线，只能拿清，不有个二 Q 砸这么多血，铁过去被开了。他被射死了，但是我留他们。分身还是立功的，我分身很厉害的，我分身很厉害的，他们一刀暴击400多，兄弟。可惜这个位置我确实没办法跑，因为队友妈没技能跟我。怎么还能他妈打中文啊？把他杀了，赶紧推了，别玩了，终于要赢一把了。妈赢一把真不容易。就借着这一把，我们一口气冲到顶端吧。